苗栗挑粉国小每出版系挑粉提起的一篇，不一是个每出版。当天改变呀，每张作品总系动向人看。好高第二部歌出的挑粉时，艺术界期盼的变呀每张，俺都通好都展现出来，几条个艺术创新，几条也呈现出用提风接气、提景还个动眼化个创作。民众也就在行之地挑粉艺术界来看那几条个变呀作品。冠我办嘅客家本色同挑粉国小美术班毕业展就开创，毕业班嘅小朋友人人嘅作品，关人挑粉艺术馆嘅大杂位数，丰富导演嘅作品风格，咩神仙美术教育导演丰富嘅内容，上到一道民族来欣赏。我今日喺小朋友112学年度嘅美术班咧嘅毕业嘅美展，反映各位乡亲哈，作品挺多嘅，实在唔敢用介绍啦，来看都啲嘢啦哈，反映大家来多多来参观，来参观，来看，做些对俺小朋友亲太鼓励啦。一百个展览主题以苗栗印象、家乡之谜做主题，实现苗栗十八乡镇四个特色。同学对五藤平团口到三茶书卡，到头份嘅新一版入座难起咯，全部变做照片主题，民众咪感受到晴朗朗嘅。非常的精彩丰富，尤其呢，伊对安尼啊都有七个苗栗嘞吼，个印象吼，安尼家乡个景吼，啊，差不多了会慢慢呈现出来吼。尤其安尼头份哦，叫乜个了？安尼鲁中南个奖啦，安尼头份新一辈个奖吼，会非常值得安尼所有乡亲好朋友来看。头份介绍表示，小朋友当其他七个个作品本人看到，市民都从欣赏，做一对美术班个毕业生，前后个肯定同鼓励，客家新闻总知名苗栗报道。